看我们家 baby 凯森在睡觉的样子，然后抱得像一个蚕宝宝一样。什么 baby 你说什么？给妈妈看你抱得像蚕宝宝一样，你看抱得像一个蚕宝宝，一个肥肥的蚕宝宝。可是我们家凯森很怕冷，所以我要给他盖很多棉被。嗨 baby， 嘴巴在动干嘛干嘛？哎呦好可爱呢，好可爱呢。你看我们家 baby 开始有很多的头发哦。好了，睡觉哈。